a pear. I have pineapple. Pineapple pear. Apple pear. Pineapple pear. Pear pineapple apple pear. 大家好，我不是普皮太郎，当然 PPAP 也没有那么流行了。今天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个最新台客潮流标准配备，叫做豹纹迷你硬壳收纳包。好，看到了，台客当然要像我穿这样子这么长豹纹的才叫好看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穿衣服就要搭配好的饰品，看这个收纳包是不是跟我很配啊？收纳包这个呢又有防水，下雨又不怕它湿，因为它跟我们硬壳旅行箱是一样的。打开来，好、哦，收纳三 C 产品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都可以收纳哦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拍摄这不是我海，这是木海，哎、哦，看不丢，什么三 C 产品，手机，哦，当然就像刚刚各位老师看到一样，可以放我们的女生，可以放我们的化妆品、小化妆包，哦，这样拿看，来手上夹住，哇！各位有型潮流的台客就在这里，所以赶快来我们缎带网看看我们的豹纹迷你硬壳收纳包。 Apple pen, pineapple pen, pen pineapple, apple pen。 各位大家好，我不是 Pocky 太郎，当然 PPAP 也没有那么流行了。今天我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个台客最新潮流配备，就是迷你豹纹迷你硬壳旅行。暂停啊！